哇塞，才刚刚干又干到一个了啊，老哥们，我这直接就是断开的一个料子啊，从这里掉出来的啊，从这里直接就掉出来的一个，形状还漂亮啊，这料子是形状还漂亮的一个料子，看都有泥巴啊，都有泥巴，每个料子它刚挖出来的时候都有一层泥巴的啊，泥巴下面是皮辣皮壳啊，来咱们来上灯看一看啊，我们上灯看一看，哇塞，一个大扁料啊，料子是大的一个了啊，那你对的，料子是大的一个啊，来先洗一点水啊，先帮它洗一点点水，洗一丢丢的水看看啊，看看会不会是个，哇塞，老哥们，上灯有表现哦，这料子，哇塞，直接就是个想要脱沙了啊，这料子，哇塞，刚挖出来上灯有这种表现啊，今天阿勇的运气不错哦，老哥们，哇塞。再麻开一点，再把泥巴拿开一点啊，看手都是全身都是泥巴了啊，手都是全部都是泥巴了，拿水麻开一点，直接就是个料子了，哇塞，形状漂亮啊，再拿水刷一点啊，嗯，在那里。哇塞，漂亮啊！今天运气不错啊，和小孩子两个一起干到的。哇塞，这料子可以啊，老哥们，好料子一挖出来，一上灯就有表现啊，这料子有表现啊，都有想脱沙那种表现了、啊。哇塞，形状板板正正的一个料子，还有机会博手镯啊，这料子可以哦。